大家好，我是 Wayne，这一期继续为大家讲一讲木岛佳苗的故事。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声明一下，做这支影片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影片当中有所收获，学到点什么。这些影片在最后加入了一些心理分析，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而另外，所有的信息资料都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2009年9月4号，距离大出家之死亡仅仅过去了一个月。木岛佳苗就用新注册的身份认识了43岁的史部先生。史部先生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财产，凭借着收受利息过着清闲的生活。他的性格十分的内向，从来没有与其他的女性有过交往。虽然他家底丰厚，但是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唯一的娱乐方式呢就是钓鱼。而在史部面前，木岛呢他伪装成了一名从美国休学回到东京的学生，正在东京攻读蓝带美食学校。他表示自己的公寓快要到期了，无力承担高昂的租房费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房产的男性进行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史部先生收到了木岛的邮件之后非常的兴奋，因为一个月之前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他之前呢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去世之后，他感觉到十分的孤单，渴望能有一个人陪伴他。而第二天，两个人在池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了。这期间呢，木岛表现得非常的温柔，非常体贴，并且对各种美食还有一些料理的制作方法是娓娓道来。于是史部对于木岛的身份是深信不疑，隔天就将他245万日元汇到了木岛的账户当中。三天之后，木岛呢就从自己的公寓搬到了史部的家里面。而木岛呢，他会每天都制作各种各样精心的料理，极力做出一位好妻子的形象。他把家里的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史部呢也是迅速的从丧母之痛走了出来，还变得非常依赖木岛。史部他还有个姐姐，有一天姐姐来到弟弟家里面做客，当时史部还没有告诉姐姐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那姐姐发现史部家里面一切都收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与之前邋遢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姐姐就明显的感觉到肯定是有个女人住在这里。于是姐姐就问弟弟了，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史部呢便兴奋地将与木岛相识并且同居的事情告诉了姐姐，还表达了要与木岛结婚的想法。通过史部对木岛的这个形容啊，姐姐是发现了一些异样，她当即表示这个女人就是为了金钱来的。史部呢是非常愤怒地为木岛辩解，与姐姐争吵了起来，甚至将姐姐赶了出去。木岛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害怕被姐姐识破了，于是他恼羞成怒，责备史部为什么要不经过他的同意就将自己的信息告诉姐姐啊。史部觉得是姐姐惹了木岛生气，于是当天晚上他就来到了姐姐的家里面，要求她向木岛道歉，甚至是踢坏了姐姐家里面的门。姐姐看到弟弟已经深陷其中不受控制了，于是马上报了警，说自己的弟弟很有可能会被新交往的女友诈骗钱财。而这个时候，史部已经将自己全部的200万现金交给了木岛。其实这个时候，警方已经搜集了大量木岛佳苗的相关证据了。2009年9月25号，警方呢就以诈骗嫌疑在史部家里面逮捕了木岛佳苗。一向软弱的史部对警方是破口大骂，他坚持木岛是无辜的。警方呢就将收集到的证据交给了史部。面对铁一样的事实，木岛是痛哭流涕，情绪是几乎崩溃了。两天之后，警方发现史部家里面有7个火灾报警器的电线已经是全部被剪断了，而且木岛已经通过网络购买了2个炭炉和一箱木炭。而如果不是警方及时的逮捕了木岛佳苗，或许在这个时候史部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检方对木岛佳苗提出了3项谋杀指控，其中证据最为充足的就是大出家之被害案。面对监控视频等有力证据，木岛佳苗他面无表情，对检方的质询也是一言不发，直到证人铃木上场，也就是那个木岛一直供养着的小男朋友。木岛佳苗看到他之后呢，情绪有了一次变化，他用期待的眼神望向了铃木。铃木作证期间，木岛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铃木的身上。检方拿出了10年来木岛佳苗化身为吉川英假装富二代的证据，而铃木呢也一一证实了木岛的谎言。在有限的出庭时间里面，铃木他表现得非常的痛苦，也许是因为自己被骗了10年而非常的懊悔，也许是无法完全接受现在这样一个事实，而始终呢都没有看向木岛佳苗一眼。木岛佳苗的第二次情绪变化呢，是大出家之母亲作证的时候。检方问大出家之的母亲，家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炭炉啊？他悲伤地回答道，我们好几代人都住在东京的，一直都是煤气做饭，这样的炭炉似乎是从北方来的农村人才会用的。听到这样的话，一直漠然的木岛佳苗突然把头歪到了一边，脸上是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对木岛佳苗的审判前后是开庭了83次，涉及了63名出庭证人和近500名陪审员。木岛佳苗对四田龙夫、安藤健三、大出家之的三个人的谋杀指控以及其他诈骗指控均已否认。2012年4月13号，也就是宣判当日，有1300多个民众在埼玉地方法院外排队，希望能够成为49个旁听席位的一员。上午9时25分，主审法官宣布了判决的结果，木岛佳苗被判死刑。死刑判決です。死刑判決です。岸間香奈被告に死刑判決が言い渡されました。当天下午，木岛佳苗呢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了上诉。2014年3月12号，东京高级法院宣布维持原判，木岛佳苗再次提出了上诉。然后在2017年4月14号，也就是3年之后，最高法院还是宣布维持原判，死刑确定。虽然终审判决维持了死刑，但是因为检方提供给法院的证据都是通过排除法得来的，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表明木岛佳苗涉嫌谋杀，所以呢，依旧有很多的人声援支持木岛佳苗。有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居民认为木岛佳苗是在年轻的时候被男人伤害了，才导致了他不正常的两性观念。庭审的5年时间里面，木岛佳苗一直被关押在东京的看守所里面，他在狱中的生活其实也并不无聊，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2013年开始，木岛佳苗就以向监狱外发送手写信的形式啊，将自己狱中的生活分享到了博客上面。这个博客的名字叫木岛佳苗的监狱日记。运营这个博客的是一位叫土井的60岁的男性，他是木岛佳苗的狂热支持者，坚持认为木岛是无罪的。2015年3月份，两个人向监狱提出了结婚申请。关于与木岛结婚的原因，土井呢是这样回答的。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木岛佳苗的外表，而不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个温暖可爱的人，是我梦中的结婚对象。60岁的土井在15年之前呢，他失去了妻子，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与木岛佳苗的年纪差不多。土井每周都会去监狱探望木岛，虽然只能隔着会见室的这个玻璃进行简短的交流，但是土井和木岛的感情似乎非常的好。木岛在博客当中还写道，结婚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不仅有了丈夫，还有了儿子和女儿。原来结婚可以让人变得这样的幸福和安心，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早点结婚了。2015年9月，两个人结婚半年之后，土井他酒后驾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下半身瘫痪了。于是木岛佳苗在得知之后呢，就立即提出了离婚。在离婚判决生效之后的第100天，木岛佳苗他又再婚了，对象呢是他入狱之前在约会网站上面认识的井上。木岛他非常迷恋他，甚至在博客上面称他为井上王子。还要知道，日本的法律规定了女性在离婚之后100天才能再婚，前面还在与土井你侬我侬的木岛转眼之间就能够与别的男人步入婚姻，这变脸的速度简直是比番薯还快。案件讲到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这组数据呢是从木岛佳苗注册的这个婚恋网站上面获得的。根据网站的数据，木岛佳苗用不同的姓名和信息注册了10几个账号，他使用的身份包括了宠物美容师、家庭主妇、工程师、钢琴师、律师等等。注册账号的10几天里面，木岛佳苗他一共收到了打招呼的邮件1845封，他回复了其中的1021封，也就是说他每天要变身为不同的身份回复100多封邮件。在这个期间呢，他还要与其中的目标人物在现实当中见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了。在监狱里面，他不仅是经历了3段短暂的婚姻，还出了一本书，名字呢叫《礼赞》。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位农村来的相貌一般的女学生，来到东京之后被好几位高富帅追求，还有校草为她自杀了，充满了这种玛丽苏幻想。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木岛佳苗也的确是做到了让无数个男人为她付出全部。从30岁到80岁的男人都想跟她结婚，心甘情愿地为她花钱。很多看过木岛佳苗照片的人都表示，实在是很难把她与男人梦想的女人联系起来。那么木岛佳苗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第一点，苦心经营不同的身份。根据入狱时候的体检数据啊，木岛佳苗的身高155厘米，体重105公斤，所以对她来说，内在美的包装呢是非常的重要了。木岛呢，他非常用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博客，每天都会上传各种各样的美食料理还有菜单，积累了将近2000多张照片。而10几个不同身份的账号之间也经常会进行互动留言，相互吹捧。
这就让每个账号的人设都变得非常的鲜活可信了。有时候他就是休学回国的精英贵族，有时候呢他又变身为了这个筹集学费而寻求结婚对象的女学生，把男人们是骗得团团转。第二点，给男人充分的满足感。斯蒂芬·吉利根博士的女性道德关怀理论里面有提到过，男性是力量型的动物，他们希望自己永远是最强大的，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他们希望展现出最雄性的一面。女人的崇拜和夸奖可以激起他们的保护欲，增强满足感。那即使在木岛佳苗刚刚到东京的时候，还在以卖身为生的时候，曾经接待过一位50多岁的不能和女性正常发生身体关系的男性，这个男人后来也是审判时出庭的一个证人。根据他的描述，他这样的男人往往会被女孩们看不起，有许多的女孩看到他这个样子之后呢，都会收了钱就匆匆的走掉了。而木岛佳苗呢，会陪在他身边静静的躺着，跟他聊天，夸奖他，你已经很棒了，这些事情需要慢慢来的，下次会更好的。后来呢，这个男性就成了木岛的常客。还有第三位受害者大出家之，见了他之后呢，木岛呢就立马发出了一封讨好的邮件，内容是这样的：大出先生，感谢您今天与我见面，抱歉我的外表并不是你理想的样子，其实我对自己一直都没有什么自信，但是在见到帅气潇洒的您之后，您的温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深深不能忘怀。真没有想到大出先生您是这样一位风趣优雅的绅士。而实际上呢，大出家之他相貌普通，不修边幅，说话也是非常的直男。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就与木岛讨论别的女性穿着暴露等话题。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木岛佳苗他非常善于运用夸奖认可这种语言技巧去博得男性的好感。啊，掉入木岛佳苗花言巧语陷阱的男人们呢，也就心甘情愿的为他花钱了。木岛佳苗案公开之后，就有记者采访与他交往过的男人为什么会爱上木岛，他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他每顿饭都是精心准备的，像母亲一样疼爱我，包容我。综上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木岛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些男性对母亲的依恋，然后经营能够满足他们幻想的形象，再通过夸奖赞美他们，让他们在他这里呢能够充分的得到满足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是谋财害命。最后我还想说一下的是，女性连环杀手和男性连环杀手的一个区别。在一篇研究男性和女性连环杀手的文章当中有提到过，男性和女性连环杀手是有很多差异的。男性连环杀手有几个特点：目的性的跟踪、时间路线的设计感很强，同时很少有抢钱的，但是基本上全都是伴随着性侵害。而女性连环杀手不会杀陌生人，基本上呢都是从身边的男性下手的，动机也基本上都是因为财，很少像男性那样伴随着性侵害，犯罪手段也是相对的温和，将近80%的女性连环杀手犯罪手段都是下毒。同时女性连环杀手由于犯罪计划性强，心思缜密，手段隐蔽，所以能够长时间的不被怀疑或者是发现，平均犯罪时间都能够长达5到6年。那我今天讲的木岛以及之前讲过的梅丽莎其实都是符合这样的特点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